15块，一只差不多10块。五，两只，每只都在这里，十块。一尾头10块。10块啊，我看得好准哦！我在上礼拜五的这个地方卖掉，我在这个地方卖掉。我在这个地方买，我真的是，我为什么会知道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一个感觉而已。太多东西了，看到头晕。这么爽。高中是不好读，对不对？上课睡觉。是很难读，对不对？下课继续睡觉。是课程，课程跟国中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比较难的就那几科。哪几科？英文。英文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也在学英文，我到现在还在学英文。啊，我跟你讲，我是下载那一种软体啊，像这个 Cake 有没有 ？Cake， 然后进去以后，它就是我每天听啊。就是这个会讲一片段，然后我就放着听，每天听五句，一直听，听久了就会了。那你怎么办？200。你一直听，然后不要去背，你就一直听就对了，久了以后就会了。好像他的，现在就英文比较不行，其他都还可以。啊，就英文就要花时间，那就没办法。台币最近不会跌，台币会涨，因为接下来这一个月台币都会涨，会涨到选举完，快选举完以后我就不知道，反正就是股市，台湾的股市会从这一波应该会从过14000点，我觉得这个月美国的 CPI 应该会很好，应该那个 CPI 应该会。低于8，大概7.9，7.8左右。我是卖美金的，我不是卖台币，我是卖美金。美金会跌，美金在跌，台币在涨，听得懂吗？有2100。美金在跌，我是卖美金，不是卖台币。7块钱就7块，这个我好难听你啊，我好难听啊。好，这是两个啊，范先生，拜拜。最近的趋势是美金开始休息，然后换其他国家的股票涨，台湾的股票也会涨。尤其是电子股跟半导体最近会很凶，然后但是我买的，我还是不敢买，好恐怖。
就是一种怎么讲，就是一个趋势。当大家形成那个共识以后，就会冲一阵子，啊，冲完冲到大家没力再说。小花枝，你来，完全无来。看到伊出来，我今来一两年都其他出来，希望我这个是这个男的，男的就活到了。快点来，卖个花四百来，三百了，三百了，好不好？三百，好不好？哇！你这贵啊！贵几斤啊？几斤啊？快点来，快点来！今麦本来你刚才做贵的，到尾甲把变起来，今麦变无贵啊！好便宜，小小的尔。是上好是小小啦。哎呀，还是正好诶。好不好？好，你叫我来。一百有帮我留哈、哦。有。好。大家放下来，不会。好，我先让酒店让来，你做好先来。快来，快来，阿妹，快，你搞到这么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做点东西吧，快来，做点快来，东西啊，快来，让他们快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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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快来，来过来，大家几个来，快点叫，没事就会吧。就好是安尼啦，乌白话，闹可怜。我啦，我一下，我一下，因为我年纪大，我就好食。我啦，大只，大碗啦，大碗啦，即个大碗啦，我都提一百九十只，三百二一，四百四五只，即个，即个只，即个，卖个六百五百了，即个，五百了，六百五只，七只来五百五十只，即个。这个红色的。八百来，五百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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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知道他刚刚上面好像胡须，就是土瓜。下班变了条胡须。这个上次出现，大概四个月前。来，来，谢谢各位。我回去多喝碗面，来来，回来。我帮你开了，我帮你开，来。十只你五百来。十只，你今麦花十只，你等下咩花？来啊，来花，来啊，五百碗面。等下用三个啦，等下用三个。来啊。我无啊，来哦！过路你啊，那样硬，你都起来等下来。无啦，起路啊。是啊。哎呀，你是讲咩？这个叶志祥看不到。对啊啦。侧面会看不到他卖什么鱼的。对啊啦。看一下啦。KK 仔。KK， 你那天回我的哈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你，因为那个他可能常。那个商家跟他讲五两，他就跟他讲五两，他因为他们不可能拿到那个拿到之外分走，所以我就没有回你的。一千五百，贵一千五百，搞起来实在五百，我办不了嘞，我办不了你啊，这钱嘞，我办起来五百，他叫个四百，五百，五百起来五百，十五百，五百起来，几千来起来，好事少，五百，五百，十五百，五百起来五百，五百几千，五百六，两千起来五百。我爸现在我爸了，我爸回来，我爸没丢呀，现在我爸现在，来我爸现在我爸来我爸，我爸现在我爸。那天是拿红薯对不对？你那天是拿红薯对不对？我今日就只管找人来回来，出道了拢来啦，哎呀，今年啦，今年啦，那都打满多啊，打几多啊？上万年回忆。吃吃五百，吃吃五百，贵吃吃五百嘞。我最后过一年嘞，最后过一年嘞，到十只五百，吃五百，十八五百过来过来，十八五百，因为我没管，我吃五百，我吃五百，吃五百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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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五我阿姨我今天东西的品相大概八十种。不可以，没有办法，那坑你又百块不用完就来。一百块不是我呀，你贵一点。因为只有小蟹。对，今天有大闸蟹，今天有大闸，你那天是买大闸蟹哦。小蟹。哦，那天是买大闸蟹，不是红蟹。那今天大闸蟹你就不用买。空的，今天我来。今天又有大闸蟹。空的啊，我这我来。这哦，你把它给整条，整条米做出来，八毫能八毫钱下来。他们现在卖给我八十块钱，三块，加空运的会要加起来，到现在三百块来，三百多块，就空运的这边，这
物件看有无，嘿啊，看有台行情，看有台买啦，到时到时成交来啦。有啊，三百来，你看我多少钱？我来三百四啊，你话三三百嘞？三百块啦，都已都掉啦，三百来，都已都是贵的，都是掉好不好？把桂鱼的肚子切一条一条的，像大便一样。一天钱就要卖你三百块，三百块啊！因为那天你又买了，过一阵子再吃了啦，吃过就好了。空的桂鱼，空空的桂鱼呢？哦，空的桂鱼，空空的桂鱼。OK， 我给我。我发糖，发糖，发糖，你看怎么发糖？哎，奇怪呀，奇怪呀，奇怪是什么呀？我都看见，我是觉得贝壳啊，贝壳，然后进来以后，它就会有绿字啊，把 ever you want， 然后下面，里面就是它会从 YouTube 那边搜寻 ，YouTube 那边截取，截取片段让你听。第五个要来，在我面前来。还好怎么会烧啊？怎么这么烧？还好怎么会烧啊？怎么会烧？怎么会烧？然后我每天在做事情的时候，十五条一百块。做事情的时候，我就会开这个软体来听。十五条一百块。学英文，学英文，学英文。哎呦，老板现在在卖这个。好，刚才那个软体是学英文的。我讲你这人一样，讲起来。在老弟了，进来。进来了，一百，一百，一百。啊，讲讲话，我讲话，一百。我进来，快点来，快点来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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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因为我不喜欢背单词。然后来，我不喜欢背单词。第几包啊？我就是听过了以后没有背起来。然后下次听到的时候，但是下次再听到的时候就会有印象，会有印象，但是也没有去背它。听了大概五六次、七八次以后，我就知道这个东西。因为我不是要打拖多，我不是要打拖，我只是想要听得懂、看得懂、说得出来就好。我未来，我把了，那进来我把了，那贵我把好了，哦，我就讲的，对不对？七家来我把了，七家我把了，七家五百，七家。七家嘞，七条，七条五百，要求我。我接下来，他送到这种，我出去，我就是来，我不接了，要来。好，不给换的，没有换的啦。要换不要买来，不给换的，换买买出来来换。不给换的，没有再换的来。卖完了，卖完了，不要留了，卖完了，来，来，我接过来。对啊，这样比较这样比较轻松。来，我来教我来。因为背单词，背单词好。会我背来，会我背，会我背，我会我背。接下来我背，接下来我背，来，要我来，我来。我过来，我过来，他说到这来，我来，来过来，我背，稍微起来，我背，我来，我背，再会我背，来，一千块一个钱，来，我背了，我来，几条块，我背了，我背，我背。一个给你，我包了，我包了。等一下，一个我先来，我包。嗯，来吧。哦，来这里。我在东北，我看在，没看完，啊，一时间来。我自己打字。我上不去啊。我包起来，我包了。七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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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百。七尾五百块。嗯。好了，来来。这样我包完，这样要修，前方不要修，维修维修了哈，这全部就先来，不要修，这里维修来，可以来，你过来，你们过来来。啊，买就贵了嘞，还是不会烧。买就贵了，营养费哦，营养费哦。买就贵嘛，是不会烧。来来，还是贵就烧来。我早做这物件，才几年啦。你看，我才几年，我来营销，我才几年啊。我来，咱做做这来，黄金是黄金就是来，而且黄金来五百块五百来，三块来七块来，七下来五百，五来五百，十块下来五百，这条五百块，七条五百块，三十。七条五百过来，我买了，我买我买我买了，七块五百过来，我买了，七条五百块哦，七条五百来来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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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下次节目来，你包五百六来。哎，如果你包下来，你包来五百六，五百块买200块，五百六。来，哎，如果来下次进来200，五百六。哎，如果来富贵家人群，哎，也就没来，你包两百块来，你包五百六，两百块来五百。富贵要人帮。啊，富贵家求。200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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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边哦，微波加热了啊，那年轻人怎样过枪？那就是在西雕的，在西雕的话，那现在是在西雕，你看看，你看我嘞，是不？那都是在西雕的，看不？是在西雕的，哎呀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，对哦。有客人回拜托，海鲜粥，这个海鲜粥，海鲜粥蛮好吃的，冷吧？这个加热就好了。啊，为了这样，加热就好。300了，300块钱，那个我昨天我整天都吃鸭肉羹。对啊。我昨天整天都吃鸭肉羹。爸爸，大家，我来上看看，看看我爸。对，我多看看。其实我给他，就是六来七位。三百块。七位。一天三百，不天三百，四十半天过啊。三百块。OK。三百块。我会就会整理再传给你。没有。700了。一只啊？当然啦。一只700啊？可以哦。对，你不接请，请我会不会？700呀，啊，真不客气，真不客气，真不客气，不想要。便宜哦，廉价啊，你。那边有港吗？啊。无讲恁要坐哦，都几百块哦，几百偌济？到千二，哎呦！你两三个月可以玩吗？听无啦。两三个月，300-400啊。没有这个啦，这个懂的啦。你说那个多利鱼啊？没有多利鱼了。到了，阿姐。等一下，他现在卖那个一样吗？还是什么？这个跟那个有一样吗？无讲起来，300块。哎呀，哎呦，300块，好嘞，好嘞，我时间快点，再去买，收到一个，做生意也赚钱了，哎，来，我去搞你了，来，还有什么？三条五百啊，三条五百，哎，三条五百，到时，明天，再一个，好，那不要了，明天，哎，阿姐，下一个，这怕哪买？我怕哪买？
他人平常反正用电了啦，用油不卖了啦，而且现在只老板就死个啦。真个真个，我卖钱个真个，对，生产一尾一尾甲面拢一尾卖十块钱，一袋拢卖只，卖开五百。